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小晴。今年是蛮特别的一年，因为除了刚改名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因为刚好疫情，然后导致很多的那个我们的球赛都一直被往后延。那目前是延到3月28号，希望3月28号真的可以顺利开打，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上班了。对，今年还是我，然后希望大家好好跳起来，尤其是今年是我们有加入一些。新元素有一些电音啊，有一些大家没有尝试过的元素，但是很嗨很热闹。不管是女孩还是球迷们，都要好好跳起来。很难吗？不会啦，你就有很压力嗨。很大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很嗨很嗨，真的很你不要嗨。搬帮哦。不会，真的很嗨，跳起来就对了。好，我的背号呢是11号。那其实很多球迷知道我的背号11，是因为我的生日1月11。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，11也代表了。一心一意，全心全意，不管是为了你们，还是为了球场上的大家，一起加油！粉丝，粉丝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然后希望未来你们还是可以在我身边继续支持我，然后我也会加油努力。那我们球场见喽！